春秋来得晚，桂花香了很久，夏雨岛的残荷一直站那里不动，天高云淡的日子，河边走过的年轻人眼神清亮，多年以后，他们的心中这条小河一直明眸闪闪，清亮动人。这是中国最有姓名的一条小河。利瓦河是民国时期大夏大学的一条校河，我今天所在地就是当年大夏大学旧址。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夏、光华、圣约翰、沪江、复旦、同济、浙江大学等十九所大学进行系科调整，这就使得一大批学者云集于此，实践着他们的教育理想。其中有吕思勉、胡焕庸、冯骥、石泽淳、陈学禄等等等等，他们留下了精彩的学术思想和丰厚的人文传统。今天，这样的传统以各种方式被很好的延续着。1951年10月，就在这个地方，首任校长孟宪臣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按照惯例，我们可以把华东师大的建校日确定为上世纪20年代，甚至前推到19世纪。但是呢，我们更珍惜华师大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这样一个荣誉和使命，把建国初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的国际化大学，这是几代师大人的梦想和职业。从利瓦河出发，在往南29公里的黄浦江畔，华东师大闵行新校区坐落于此。浦江东流北折之处，另一条校河樱桃河缓缓穿过校园。生活在两个校区的32000余名中外学生与4300余位教职员工，来自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的43个民族，以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学校为学生创造多元文化环境与个性化的学习机会。尽管在今天的华东师大，2/3的学科专业是非师范类的，但教师教育仍然是学校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既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也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学校正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做新的探索和改革，其目的是使学生在学校里可以获得全面、充分而个性化的发展。我们既要教会学生如何做出选择，也要让他们学会如何为自己的选择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激光之父肖洛教授曾经说过， Optics is lightwork。 我喜欢实验室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我可以探索绚烂的光学世界。近几年我们关注于伽马分泌酶的研究，它可能会成为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重要治疗靶点。做实验是很辛苦的，持续几个礼拜的昼夜跟踪，但当你拿到实验结果的那一刻，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多层次国际交往，融入学术共同体，亦为教育全球化贡献力量。与法国高师集团、美国纽约大学等多年的深度合作，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从关注和解决科研问题，最终实现文化相融和心灵的相通。这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因为包容而汇集，因诗意而有灵性，它让教育变成温润的灵魂教化，师大人也因此具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爱。